全是大上坡，一直在往上面爬呀，朋友们。我这个电机啊，我看一下，摸一下。这就是宜良县县城，它也属于是一个山城，很漂亮啊，房子修的高楼大厦，马路也很干净。我第一次来这边啊，朋友们，因为以前我去这个昭通啊，我都没有走这一条路，我第一次走这条路，感觉风景还不错，全是高原。哇，这么大个大下坡，我勒个乖乖，我勒个乖乖，好长一个下坡，我勒个乖乖，第一次遇到，太，哎，歇一下，歇一下。这个大下坡一直下到这个城里面来，这刹车一定要好啊，朋友们。找了个地方停个车，咱们去吃个饭，吃完饭呢再找充电的地方去吧。现在快五点了，我刚刚过来看到那边有个黄焖鸡米饭，我们去吃个黄焖鸡米饭吧。宜良县城，这个县城确实是高原县城啊。这个地方夏天一定很凉快。好，那拿个黄焖排骨小份吧。吃啥子了？黄焖排骨小份。好久没有吃黄焖排骨了。哇，感觉不错啊，味道。味道不错，吃饱喝足，咱们现在去找个充电桩，去充电，因为要充到晚上12点吧，现在已经5点了，8+4=12，所以要找个好停车的地方。我搜了一下，充电的地方比较多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吧。第一个是在一个酒店里面，不知道我这个进不进得去啊。总共就4个充电桩，这个城市里面我已经去了2个了，2个都不存在了，已经那个酒店啊直接已经不开放了，现在我要去第三个，不行再去第4个。出发，全程1.3公里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堵啊，大约需要7分钟，即将右转。算了，去这个吧，那个太堵了。这个看一下这个吧。出发，右转。第三个充电桩感觉也不太行啊，怎么好像来到了这个步行街一样？这里能充电吗？目的地附近没有。也是。不存在的，这就尴尬了，今天。这估计要开个宾馆了，朋友们，不好充电了。第三个已经试了没有，第四个估计也不行，我找个宾馆算了吧，不找了，这县城堵车，我们直接去开个宾馆吧，开个宾馆充电算了。车
可太多了。找了几个，它不好停车啊，这里不知道能不能停车，旁边有个酒店，我停到这个边上看行不行，因为我要充电啊，去问一下吧。朋友们，房间开好了，把这个车就停在这个门口充电，它这个充，我把电充好了，我就把它放到那里去。房间开好了，很干净。主要是把电充上了，洗个澡，80块钱，还行，今天爬了一天的山，它这里是高原地区啊，彝族，晚上吃黄焖鸡米饭味道还不错，主要是电充好了，充好了，咱们明天可以出发，好了，朋友们。明天见。早上9点，朋友们起床了。昨天在这个宾馆休息了一晚上，然后把电充满了。现在在这个昭通的这个宜良县城，离昭通市还有不到70公里。因为快递还没有到，所以我不打算走很快，因为快了的话也取不到快递，所以我准备慢慢走吧。如果快递到了，我就快一点进这个昭通市去拿快递，没有到我就慢慢游。刚刚吃了一碗面条，准备出发。下车下车，山太难爬了，朋友们。今天一样的是大上坡啊，找到了一个观景台，今天好好的休息一下先。这车往后面这溜啊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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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冬季骑着一辆三轮车去西藏啊，朋友们，咱们在去昭通市的路上，现在离昭通市区还有不到50公里了。下车看一下风景，休息一下，那个车子休息一下，看现在完全就是云贵高原地区了啊，太壮观了啊。他们这边山多平路少，所以这个房子全部建在这个山里面，这个山里面升起了袅袅炊烟，看那个方向，想必那户人家在做午饭吃了。这边还修了一个平台，咱们去这边看一下，在这边角度看一下这个下面。我是从那个方向来的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路，哇，我从那里一路过来看，沿着这条路，然后到这里，一直到这里。哇塞，这看下去这个路啊，真的是上面还有一条高速公路，看到吗？那条高速公路应该是去往这个
昭通那边的。那个高速公路是一条隧道，从那个山里面打通了。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呀，好几天没有见到太阳了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太阳出来暖和多了。因为快递还没有到啊，朋友们，咱们的那个无人机坏了啊，有无人机的话就可以航拍一下这里的风景，很漂亮，很壮观。无人机发到昭通去了，它没到，所以我现在去也拿不到无人机，只能慢慢走了，还有50公里就到了。我不想这么快进入这个市区，因为市区的话是吧，也人多车多，不好停车。咱们啊，还不如就在这个山路上休息待命，是吧？快递到了咱们就到，快递不到咱们就不到。昨天买了2把白菜，哈哈，车上有香肠有大米，所以咱们一点都不慌。那适合把这个衣服被子塞一下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兄弟们，休息喽！哎呀，下午1点，咱们再继续出发，不赶时间。哎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哈哈哈。昨天的红薯去哪了？昨天没吃完这个红薯，哇，这成这样了，成这样了，被压扁了，我做压扁了。嗯，我也熬不住。
歇了2个小时，朋友们，下午1点了，咱们准备继续出发，换一个地方。这里带腻了。哦，这个5S A 直接往前面出去就好了，那里有个口子。走吧，继续出发。今天的太阳真的是大呀，好暖和啊！今天适合把这个衣服晾一晾，可惜啊没有好的地方，咱们继续往前去找好地方。今天天气热，这个一边风扇一边吹都不能降温了。我那个乖乖，休息休息，全是大上坡，唉，一直在往上面爬呀，朋友们。我这个电机啊，我看一下，摸一下，哇，好烫啊！啊，先把电机吹一下吧，这个。这夏天到了啊，夏天到了不好搞。这夏天怎么搞啊，朋友们？以后别着急，夏天的话，夏天就慢慢走吧。现在这里离这个昭通市只有40多公里了，今天可能到不了了，因为全是上坡，因为我只能挂爬坡档才能前行。朋友们，爬坡档它的最快速度只有10码，就是以10码的速度前进。相比于徒步的话，徒步是5码嘛，我就是比徒步的速度快1倍吧。